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颂赞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因他创造宇宙星河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永能的神性，一起来敬畏他的荣耀。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创造，宇宙星河，高山观洋海，飞鸟与走兽，见证你永恒神性，使我们永远无法退位。我们赞美你，将你名高举，我们尊崇你，因你大能的作为。我们荣耀你，瞻仰你的荣美，愿万国万民都敬畏你荣耀。你的荣耀彰显在耶稣基督，道真肉身为我们降生，他住在人间，将真理充满表现，使我们无法拒绝恩典。我们赞美你，将你名高举，我们尊崇你，因你大能的作为。我们荣耀你，瞻仰你的荣美，愿万国万民都敬畏你荣耀。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帮助，得到长进，得到成长。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，满天真会呈现一片清晨，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，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。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，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神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救主，是我良方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虽经患难过流苦，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，上帝保护我，你的肝臂坚固我，一生恩惠之爱紧紧跟。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，我们怎能学习世事艰难，没有
千锤百炼的品格，我们怎能一处心情有分？因为神灵不断浇灌的慈爱，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远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救主，是我良伴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虽经患难过有苦，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安慰我的牧人，你的杖臂保护我，坚固我一生恩惠之爱紧紧跟，你的掌臂保护我，你的看臂坚固我一生恩惠之爱紧紧跟。让我们从主的恩荫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活出主爱，见证基督。我们愿意听主恩荫，你的慈深我欢喜，生命自由爱的真言，祝我们认识真理，同在主里同爱欢庆，因你恩典同敬拜，口舌笔墨尽数基督，今见证生命更新。愿我们聆听并遵行，借助圣灵发前行，救主活水沐我身心，生命灵亮主供应，我们谦卑全心领受，将你恩光地彰显，我以淳朴雕过为祭，将你话语存于心。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保守看顾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，我们今天可以平安到你的面前敬拜。主啊，你是可畏的，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天父，求你施恩，用你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教会，虽然不能够在教堂敬拜，我们仍然没有停止聚会，我们崇拜在家，我们所羡慕刻想你的愿意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，但愿主赐福使用你的仆人。今天早上的正道，让我们在聚会中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我们借着敬拜遇见耶稣，人人带着使命
高举耶稣救恩的杯，我们要赞美、敬拜、祷告、听信息、奉献，求主悦纳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，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九章二到十四节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：“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们就问耶稣说：“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耶稣说：“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这个月直到年底，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学习聆听耶稣的教训。有句话说：“考试一下子，文凭一张纸，学习一辈子。”是的，聆听主的话是一辈子，学习主的道是一辈子。今天的题目：天父宣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今天的讲题分为三点：以利亚、摩西在谈什么？第二，天父向门徒说什么？第三，耶稣交代门徒什么？第一点，以利亚、摩西他们在谈什么？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。”耶稣说：“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未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上帝的国降临到。”上帝的国有能力临到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九节以后，耶稣自己讲关于死里复活的事。上帝的国降临是跟耶稣的复活有关。耶稣复活以上帝的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在场的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人，他们三人就是这个事的见证人。今天全世界有瘟疫、灾害、人祸，地球生病了，很多的国家政坛都很乱，好像告诉我们末世圣经预言已经快实现了。倘若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恩典，不必见死
可以看到上帝的国降临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说实在的，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们是否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？是否有果子要预备给主耶稣？在防疫期间，我们不能上教堂礼拜，我们是否有真正过悔改的生活？是否有遵循主的道？第二节说到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高山，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。这里记载六天，路加福音记载八天，就是大约一个礼拜。这里要说明的事情，一件真实的事啊，地点是真的，事情也是真的。彼得带着雅各啊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，华文字暗暗地就好像是偷偷的、鬼鬼祟祟的，不要让人知道的。难道耶稣做事也鬼鬼祟祟吗？不，这里暗暗地的意思是耶稣私自私下暗做照做，因为个别的需要带他们三个人上山。到山上我们发现有两个小组，两个三人小组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组，摩西、以利亚、耶稣也一组。就如现在我们教会的推动三二一小组一样，耶稣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的白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是象征荣耀的意思，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说明耶稣是完全无瑕疵的，他是圣洁无罪的，他没有原罪，他也没有本罪。圣灵在童女玛利亚身上感应他，然后道成肉身，耶稣是完全圣洁，没有原罪也没有本罪。犹大出卖耶稣，耶稣从头到尾经过六次的审判，比拉多都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犯罪的证据。突然由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，登山变相啊，摩西、以利亚出现，是不是耶稣用电脑镭射出来呢？不是，因为两千年前还没有发明这个电脑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面前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，一方面很兴奋，一方面很惧怕，兴奋到说不出什么话才好，惧怕到听到那个天父的声音就俯伏在地上，怕到不敢起来，直到耶稣走到他面前摸他，叫他起来。以利亚与摩西出现，他们两个人是旧约的历史人物，旧约的伟人。摩西是一表律法，以利亚是一表这个先知啊。摩西曾经在预言中论到基督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四节说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他们与耶稣相聚会做什么？他们在谈话。请问以利亚、摩西他们在谈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说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他们在谈耶稣去世的事，谈耶稣的死，
耶稣清楚知道父差遣他来就是要为这一个时刻，耶稣要借着死完成救赎的工作。直到今天，多半的人对死都存着避忌，没有勇气谈死，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可以谈论死的问题。医生也不会在病人和家人面前说这个病人得了癌症，日子不多，你们要预备心。若病人听到这样的话，病人原本没有那么快死，都会被吓死。有时家人在医院要跟我谈有关丧事的事情，我会请家人离开病人到外边去谈。有一些信徒很成熟，明白圣经对死的教导，他们心里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直接的谈啊，丧事要唱什么诗歌，要放几天啊，要烧或者要埋啊，白金要怎么处理啊，为这个事情来感谢上帝。耶稣为什么要死？因为上帝爱世人，要来拯救罪人。第五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”意思是我们不要下山了，不要离开这个舒适的地区。人人都想要舒服的区，舒服区就是享受区啊，舒服区就是休息的区。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否是停在舒适区？其实舒适区是有危机的区，舒适区也是受害区，舒适区也是危险期。有一只老鹰飞得很累，看到河上有一片这个佛冰它就飞下去站在佛冰上休息，看看是否在河里面可以捕到一些鱼吗？鹰在这个佛冰上跟着这个流水飘啊飘啊，非常的舒服。河上这样就漂流下去在前面有一个瀑布，等到飘到瀑布边的时候，老鹰才决定要把它飞起来。当到去到这个瀑布边缘的时候，老鹰怎么飞也飞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脚已经被冰接住了怎样飞都飞不起来。就因为这样，他就从瀑布上面冲到瀑布下面的水潭里面，就这样被淹死了。耶稣登山变相，摩西、以利亚谈话的中心在谈什么呢？谈耶稣的死。他的死是要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，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感谢上帝对我们的爱。第二，圣父向门徒说什么？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同在。当彼得想要留在山上，突然有云彩把他们遮住了，然而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亲爱的牛顿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呼召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次的声音正如耶稣洗礼的时候的声音一样，天父再次从天上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。
这是我的爱子。希腊文的意思是亲爱的，可以肯定是唯一的儿子。这个声音是向谁说呢？是向摩西、以利亚说吗？是向还是向门徒说呢？摩西、以利亚已经不在了，很明显的是对门徒说的。圣父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听他。天父今天也对我们说，纽顿家的弟兄姐妹啊，要听耶稣，要听耶稣的声音，要听牧人的声音。我们是主的羊，主的羊认识牧人，牧人也认识他自己的羊。我们有听见耶稣对我们呼召吗？孩子啊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荡。慈爱的天父在等待我们悔改，让我们要过圣徒合乎体统的生活，不要再贪爱这个世界。所罗门说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寂寞有时，言语有时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敬拜有时，散会有时。以往我们从家里开车搭车来牛顿崇拜，有的时候会迟到，现在崇拜在家，不必搭车，不必出门，还有人迟到。过去鼓励一些软弱的信徒回来聚会很难，今天在家里不必出门就可以聚会，他不出门也不聚会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撒母耳的时代，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呢？因为人不要听。有时候小孩子觉得父母的声音减少了，是因为孩子不要听。有一个牧师会有去问牧师，我为什么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呢？牧师说，因为你离上帝很远。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为称为受苦苦路。当时妇人说，怀你的胎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听上帝的道又去遵行的便为有福。我们听了道有行道吗？行道就有福。为什么玛利亚有福呢？因为她听到，她也行道，所以她有福。弟兄姐妹，天父向我们向门徒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圣父说话的中心不是指别人，乃是以圣子耶稣为中心焦点。门徒周围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门徒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第三，耶稣交代门徒什么？第九节，下山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第十二节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只做人子说，他要受许多苦，被人轻慢了。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。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呢？第一，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；第二，因为事情还没有应验；第三，不要门徒因为有特殊的经历就去夸，变成骄傲了。今天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喜欢夸个人的经历，把十字架的重价的救恩变成廉价的救恩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进窄门的道撇去，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人生发财、成功、得利的门路。耶稣对门徒说，
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都要面对十字架的受苦，流出宝血，舍生命。难道我们跟随主不必付任何的代价吗？救恩是白白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。基督徒的人生，门徒的道路，多多少少都要有代价。第十一节、十二节以后出现了另一个以利亚，这个以利亚是新约的施洗约翰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复兴犹太人过悔改的生活，他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十二节的另外一个翻译说，经上为什么记载人子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藐视呢？就如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样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这些话每一句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请问，他为我们舍生命，我们为主舍了什么？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信主，一个拜拜。有一天，信主的对拜拜的说：“庙里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的香，里面很多的这个满了这个烟，空气很不流通。你的神会住在这样的一个杂乱的地方吗？”拜拜的朋友就反问信主的朋友，你们说信主，主住在心里，可是我们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人心也充满了邪恶污秽，圣洁的上帝会住在这样一个污秽的人的心里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命，我们还继续活在罪中，使圣灵担忧吗？我们的人生是要荣耀上帝，荣耀神是不是要做轰轰烈烈的事呢？不一定。神给你们什么恩赐，就在什么样的恩赐上献给神用，就在你的岗位上来荣耀上帝。保罗说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，在吃喝方面荣耀上帝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。”如果我们了解哥林多教会的背景，我们就知道吃喝是什么意思。有个姐妹很会煮，她经常邀请学生到她的家，跟她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。恩典是要分享的，不是自己用的，是要分享出去。这个姐妹就借着吃喝，连续肢体互相联络。另一方面，借着吃喝做福音的义工。那位姐妹借着这个吃喝，带领很多海外的学生来信耶稣。有人吃了一顿饭信了耶稣，有人吃了几个月信了耶稣，有人吃了几年才信了耶稣。请人吃饭为着耶稣，请人吃饭为着是要祝福人。
登山变相的中心焦点是什么呢？以利亚、摩西在谈什么？以耶稣的死为中心焦点。第二，圣父向门徒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以人子耶稣为中心焦点。第三，耶稣对门徒说什么？人子将面对受苦、舍己，以十字架的救赎为中心焦点。我们的信仰、使命、生活，要以耶稣为中心焦点，聆听主声音，跟随主脚步。最后，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元首，从死里守生 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我们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现在是祷告时光，我们为着以下的三项事情来祷告。第一项，为每周六下午四时的线上儿童崇拜祷告，求神赐李义父传道以及儿童部同工有属天的智慧与能力，来预备每周的圣经教材、诗歌、活动等，并带领儿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。第二项，为行道部拆传宣教的需要祷告，为所认领与支持本地或海外的宣教士祷告，求神施恩开路，供应宣教士所需要的生活费，也求神保守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侍奉依然有健康的身体，坚定的信心，为神国抢救世上的灵魂。第三项，为每主日崇拜在家祷告。主日敬拜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，愿我们每主日我们在家一起来敬拜，愿神赐下丰盛的恩典，每一天的生活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操练，求主帮助我们遵行主的道，祝福他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最后，我们以主导文为我们的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是家事报告。圣餐主日11月1日，就是下个主日，我们崇拜在家是恭守圣餐纪念主。教会预备了2合1的圣餐饼杯，敬请弟兄姐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星期二是休息办公时间，请到教会来领取圣餐饼杯。崇拜在家，每主日10时30分崇拜在家，这是上帝特别赐福的日子，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，诚心参加崇拜，将主日崇拜的时间分别出来，聆听主声音，直到祝福崇拜才结束。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
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本分，我们可以照着以下的方式来奉献，寄支票到教堂，或者电子转账，或者将现款交给教会同工。谢谢。现在领受祝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愿你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再来，阿门。Thank you.